姑妈的泡菜都选应季最鲜嫩饱满的蔬菜，腌制前洗干净，晾在屋檐下，轻微脱水。盐和凉白开按1:50的比例混合，萝卜、紫姜、豇豆，再放上辣椒提味儿，蒜头杀菌，花椒增香。一切就绪，是请出老盐水的时候了。它相当于发面时的酵母，有了它，坛子里的杂菌得到抑制，乳酸菌的数量占据上风。在这种菌的作用下，蔬菜中的糖转化成乳酸，造就了泡菜酸爽的风味。往痰眼里倒进清水，阻断空气和细菌。十几天，微生物的辛勤劳动赋予蔬菜新的活力，褪去艳丽和生涩，变得清亮、脆嫩、酸烈。